型的冲冲，没有错，我回家了，所以这个头发是今天早上妈妈帮我编的哟。那今天呢，冲冲又要来跟大家录一期 vlog 了。最近是不是关于这个词怎么读，大家都蛮多争议的呀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读哎，反正我就读 vlog 啦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切合我回家的这个主题，因为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吃一吃漳州的小吃。超级晒的漳州，好热呀！然后现在呢，我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在我家小区门口等我了。对呀，我们漳州的小伙伴就是这么讲义气。然后为了今天的吃吃吃呢，我们两个早上起来都没有吃任何东西。感觉今天会吃得非常饱。那就先这样，我们到吃的地方再跟大家聊。我们今天吃的第一家小吃呢，是这个阿君豆花。比起豆花，真的是我最最最喜欢吃的一个漳州小吃了。就可能每个漳州人都有个豆花情节吧。但是呢，大学期间我跟很多朋友都安利过豆花，他们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喜欢吃咸豆花。但是真的很好吃啊，它那个豆花呢，里面有很多卤料啊，然后还加了粉丝，我觉得是比甜豆花和辣豆花还更好吃的豆花咯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跟我一起进去看一看漳州豆花本尊吧。豆花粉啊，四碗。要点？要。来了。是啊。来没算？我们算多少顿？啊，哪个呢？卡贵。没钱。没钱个呢？还来喽。那几碗？加他们家的辣酱，辣酱超好吃的，但是不能加太多了。这个就是我的豆花啦，我里面加了大肠，然后还有胃管，还有这个蛋肠，还有他们家的辣酱。我觉得他们家辣酱很好吃，很香。然后，我的朋友已经开始吃了。你说一下你加了什么吗？我加了辣桂，还有鹌鹑蛋。辣桂用普通话怎么讲？肉片。哦，就类似这样子东西啦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吃啦。OK， 好。我觉得大肠真的是豆花的精华哎。Good, I saw it. 那你觉得什么是豆花的精华？就你什么是？反正我吃豆花，我一定会加大肠。随便加哎，真的吗？喜欢吃大肠。我喜欢吃那种就脆脆的东西。喜欢什么？那种胃管，那种叉桂。这个就是胃管，就是我们闽南语叫它桂。就我特别喜欢那种吃起来很爽口的内脏。然后这个就是蛋肠，超可爱的，真的圆墩墩。你知道蛋肠怎么做的吗？这个蛋打算要弄到肠衣里面。
足的啦，但是真的非常热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个四果汤了，给大家感受一下漳州的这个炎热。嗯，不是有个梗吗？就说闽南有一个非常非常热的岛，就是套丁岛。对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大中午来逛这个小吃街，真的太热太热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吃清清凉凉的四果汤啦。我们到了，就是这一家四果汤，然后它还有卖鸡排，他们家的鸡排是很好吃，不过因为刚才吃豆花吃的太饱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点鸡排了。好啦，我们进去点四果汤啦。都要吗？哎，我不意味。啊，连鸡我不，连鸡我不。这个呢就是四果汤粉汤呢，它上面这个冰呢有淋蜂蜜，然后里面呢就很多很多料。四果汤我觉得它的精华呢就是在它里面的那个阿达剂阿达子。我们要开始吃了，会把这个冰先搅下去，然后想挖一个阿达子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有西瓜，有菠萝。我想挖阿达，哦，来，这个就是阿达子本人，超好吃，就很 Q。然后还有一个是里面有包，里面有包花生，对不对？嗯，花生的那个滴答。甜甜的，可是我印象中你不是不吃那个有花生的那个？哦，这颗是不是这颗啊？这一颗里面就是有包花生的，这颗也非常赞。然后我们现在呢来逛一家精品店，相信每个少女中学的时候都有一个放学必逛的精品店吧。然后其实那些精品店现在就慢慢的被淘宝取代了，然后我后面这一家呢，我觉得应该是漳州为数不多的一家精品店吧。然后我朋友想进去买个包包，所以我们就一起进去逛一下，顺便消消食，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，急需空调。我们现在来买三角饼啦，这里有两家，小文三角饼呢就是比较有名的，但是呢我个人好像觉得诚信比较好吃一些，但其实我跟我朋友都一般般，三角饼我们觉得太油腻了。要选哪一家呢？不如我们就来一段闽南语版的点兵点将吧。好了，我要开始了哦。点肉点叮咚，放配菜，红菇，红菇嘛，牙齿腿。诚信哎，好了，我们去吃诚信啦。我不知道我刚才那一段点兵点将会不会被举报呢？因为有点不雅耶。好，我们去买诚信了。它有好多的味道。我们选一个甜一个咸吧。甜你想吃什么？甜的话是芋头
好啊，那咸的话吃香菇瘦肉。好。要一个香芋，一个香菇瘦肉。蛋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我们刚刚买了这两个三角饼，然后我们带来奶茶店吃了。今天我们吃的这家奶茶店，今天我们喝的这家奶茶店叫这个小眷村，然后点的这一杯是叫什么？恋上海宁威，然后还有另外一杯是这个绢豆腐奶茶，然后有请小伙伴来开搅，因为他跟我说搅完会变成粉红色。如果没变成粉红色，你不就非常尴尬？看看好像一直是紫色，但是下面那个黄黄是柠檬吗？对，那它就只能变成紫色。那我们还是来吃三角饼吧。看一下，我们两个真的都不太喜欢三角饼，因为很上火。然后呢，我对三角饼有个很不好的印象，就是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吃了三角饼了，隔天我就发烧，所以我现在吃三角饼都还是有点怕怕的。那你要掰开吗？来，我的小伙伴贴心为大家掰开这个芋头，这个是香芋味的，然后这个呢应该就是咸的吧，那你帮我掰一下好吗？咦，我的手好硬。哦，我比较喜欢吃咸的，咸的是这个样子的，咬一口看看。嗯，其实呢，你就是在吃一个很酥脆的包子的咸包子这种感觉吧。然后呢，我咬一下这个甜的看看。嗯，它的芋泥味是有，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香，芋泥味一般般吧。嗯。好，那三角饼的试吃环节就结束了。好，那因为我的小伙伴不愿意出镜呢，所以试喝这两杯饮料的任务就交给我了。我先喝这个绢豆腐奶茶。就是奶茶里面加了豆腐，还蛮特别的，挺特别的。然后里面是有花生的，没有吧？就里面是有那种坚果的碎碎在里面。嗯，这个挺特别的。然后接下来喝这一杯，紫紫的这一杯是，这个名字我死都记不住，恋上海宁威。就是海盐，然后柠檬吧。我觉得它的柠檬是那种青柠。我其实我比较喜欢喝这瓶，真的吗？就是比较夏天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比较腻一点，这个比较清爽口味一点。我比较喜欢喝这个。还有呢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在精品店买的东西。我买了两个发卡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这个黄色和红色上面有那个毛球球。然后天秤座呢，就真的是会把任何问题变成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，所以呢我就问我朋友买红色好还是买黄色好，他就说两个都买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分着用。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黄色很适合夏天，就很小女生的感觉。
然后因为红色，我是觉得可能跟我的衣服啊，我衣服比较多这种红色系的吧，跟衣服就会搭一些。反正这两个发卡很可爱，喜欢。